今天我们来到了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科创中心啊。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很多大牌新品限量版的诞生地。那么包括很多国内的大牌，像李宁啊、雅莹啊，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传教的一个过程。给我们介绍一下，院长说这里有好多限量版的包包，其实已经有部分啊，它的创意已经用到了那个 Coach 的现实的这个设计当中。那这款呢，它的一个系列名称叫 Caring Catty， Caring Catty 其实就是照顾猫猫，照顾猫猫，就是我们的东华猫，就是东华猫啊，然后它的背后是萌宠文化。哦，所以这个包包这两个是猫耳朵是吗？所以是猫耳朵啊，然后他们又把光猫啊作为那一次的变形。哦，字母变形，看到猫是一个 coach 哦，看出来了，这个猫是 C O A C H， 这个猫的变形对吧？对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系列呢，是被 coach 在2021年3月8号，它是配合着三八妇女节，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它是上市了。我们除了像和 coach 这样的品牌合作以外，还有其他的吗？当然了。上海依托于长三角，长三角呢又是一个传统的纺织服装的制造产业聚集区，让我们很多的课程会和不同的这些品牌，其实在一些服装配料啊，以及丝绸、羊毛等不同的这些材料的这些维度上面来进行的话，每一种材料我们都有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需求，就给到我们同学有很多的锻炼实践的这些机会。我们这里是一个创意仓库，那么学生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充满了想象，正好呢是跟国际品牌它的一个生产制造资源和市场资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我是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产品设计20级丁雨露，我们的主题叫 Long for Freedom 自然疗愈。这里是我们设计的产品，包含了两款包包，还有一套衣服、一个帽子、一双鞋子，还有我们搭配的身份牌和包装袋。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大片展示。我看你这里还有自己做的这个大拼哦，你是模特也做的吗？模特也在这里吗？模特在这里，模特链接，模特自己拍的是吗？我们找你们自己拍的吗？对，哦，这是模特啊，好美的，好的设计师，你是这个是吗？对，这个，然后就是这个，然后他们自己的，要一起闪一下，闪，对，哦，这个都是你们自己找人拍的，这个妆造也是自己搞的，对，这个头上的这个。哦，这上面的这个花就是它这个头饰是吗？对，就它套在头上的这个，现在被踩在鞋子上，很可爱的。你们所以就是全套的这个推一个大牌的流程都走过了是吗？对，就是推一个大牌新品的感觉是吧？对，就像这些配饰，我们叫它野餐伴侣，就是能够搭配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包，对，完成这个野餐下午茶。